嗨，大家好，我是魏唐周先生。众所周知，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一类外在因子，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在幽门螺杆菌被杀掉之后呢，就特别的紧张，我到底会不会二次感染？于是乎啊，不管是应酬或者和朋友去外面吃饭啊，或者是在家里和亲戚朋友一起吃饭，就特别紧张，我到底会不会被感染啊？那么今天视频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谈一下幽门螺杆菌被二次感染的概率到底有多高啊？那么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分别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一个途径、幽门螺杆菌生存的一个环境，以及我们去怎样预防幽门螺杆菌的二次感染。那么先谈一下幽门螺杆菌它到底怎样传染的。其实幽门螺杆菌呢，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传染病。那么主要途径呢，就是通过口口传播或者粪口传播啊。口口传播就不多解释了啊，嘴巴之间的唾液这些交流呢，它是会导致一个二次感染的。另外一个传染途径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传染途径，就是粪口传播。我们要知道，人的这个粪便里面是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存在的，所以说呢，粪口传播它不是说哎你吃了一大便，而是指了你前面那个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他上完厕所之后没洗手，摸了门把手，你上完厕所之后也摸了门把手，也没洗手，然后去吃东西，导致这个幽门螺杆菌进入体内，从而导致感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粪口传播。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强调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预防要注意餐前便后洗手，这是非常重要的。再谈第二个，就是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生存环境。其实幽门螺杆菌呢，它在就是室外的这个生存环境生存时间呢是非常短的啊，尤其是经过紫外线啦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个加热啦进行一个消除，它其实都是可以被消除掉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可以被炒熟的这个饭菜里面也是有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你没必要纠结，就是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饭里面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吃下去，其实这个可能性很低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强调要吃加热做熟的食物，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如果想在你体内生存，它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分别是幽门螺杆菌进入体内的量，以及幽门螺杆菌进入体内的时候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力的高低。我们要知道幽门螺杆菌它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细菌的，那细菌它要想感染你，是不是得达到一定的量才可能会进行一个感染？所以说呢，幽门螺杆菌如果就是一两个幽门螺杆菌，很少幽门螺杆菌进入体内，那么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免疫力的一个人，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感染概率是很低的。所以说在达不到一定量的时候，你不用太紧张幽门螺杆菌那个感染，那如果没达到量，它相对来说是不会感染的。而且呢，这个幽门螺杆菌要进入你体内之后呢，你的自身的免疫力也是比较强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容易感染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强调这个加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幽门螺杆菌呢，它其实呢它不是，它虽然也是传染病，但是它和呼吸道的这个传染病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跟新冠似的，那东西你不知道就怎样就感染了啊，那打个喷嚏你可能就吸进去了。幽门螺杆菌这东西你只要不吃进去啊，只要做到防止病从口入，其实呢你被感染的概率是很低的啊。再谈第三点，说幽门螺杆菌怎样进行预防。其实预防啊主要就是三个点。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做好个人的卫生啊，餐前便后洗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避免幽门螺杆菌进入体内的一个情况。那么然后呢，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尽量用公筷，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说实在的，尽量用公筷是一个点，但是呢我们中国有个比较好的点，我们用的都是筷子。其实我们用筷子吃饭比用勺子了汤勺那个东西吃饭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知道筷子的东西呢，你很少有人就把东西给吃过来之后在你嘴巴里这个把这筷子刷了半天，那其实基本上没人那么做，尤其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你可能在家吃饭会这样干，但是就是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大家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视这个形象的，所以说刷了半天人很少，甚至有时候呢这筷子它就不一定沾到口水。所以说呢，你这个筷子上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就算有也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要是在外面吃饭用公筷当然是最好的，就算不用公筷，其实呢你摄入体内的幽门螺杆菌的量也是比较低的，这点你不用太紧张。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怎样进行个预防，当然了就是说家里吃饭的时候能用公筷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用公筷，我的意见是给家里备一个消毒柜，最好每个人把自己的这个碗筷
给分好，固定一个板块，这是比较好的。其实有很多人会强调啊，分餐。其实我觉得分餐这个事儿啊，在中国去做到，其实你要知道，人活的他有时候不是非得讲理，讲应该怎么办。有些很多东西不是你这样说的，而是就是说很多避免不了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家里一大家的人，中国人重视亲情嘛，一大家的人。你要是说啊，那个人有感染，你非得让他单独板块啊，给他分一盘饭，让他去外面吃吧，你觉得合适吗？那其实很伤感情的。就算那人不说啥，其实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的。所以说，我的意见就是说，你在家里能单独板块肯定是最好的，能这个公块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这个做不到公块，尽量单独板块，如果单独板块也做不到，尽量给家里备一个消毒柜子。我们吃过饭之后呢，这些就是说板块在洗过之后放到你的这个紫外线消毒柜子里面一消毒，其实呢可以杀除大量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柜子呀也不贵，给家里准备一个东西其实挺好的。我们其实没必要特别紧张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二次感染。一般我根据研究来说呢，幽门螺杆菌在杀除掉之后呢，成年的二次感染概率是很低的。大致二次感染率呢是五年之内低于 5%。所以说呢，你只要是一个身体健康，哎，体质正常的一个人，那么你在杀菌之后呢，真的没必要特别的紧张二次感染。只要注意好个人的卫生，增强自己的体质呢，才是更好的一个预防方式，而不是天天疑神疑鬼的啊，吃不好睡不好的去外面吃一顿饭给自己吓得不行，真的没有那么夸张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也谢谢大家观看，再见。